真正啊学佛学菩萨啊，那一定要了此誓愿啊，何法非无法啊，正是心性何见不真啊，你要彻底了解法性呢，法性就是心性呢，你就入一真法界了。一真法界在哪里呢？法法界真叫一真法界，不是一真法界离开我们这个环境另外去找一个真，没有啊，现前就是一真呐，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一真啊，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好啊，叫一迷一切迷，一悟一切悟啊。如果你以为这个地方是一真法界，那个地方是十法界，你没悟啊，你还有分别，还有执着，还有妄想啊，你没有见性啊。啊，见了性之后啊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当下即是啊。啊，所以古德才讲啊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。你想想为什么味道？啊，为什么实不去呢？这个境界立刻就变成了极乐世界嘛，就变成了一真法界嘛。啊，我怕大家不懂啊，所以我常常用电视那个画面来做比喻啊，换频道啊，还是这个或这个画面这个荧幕啊，啊，那个电视荧幕就是我们的真心呢，它所现了。依旧是在这个里面，啊，这个比喻也只能比个方法，没有办法比喻的那么贴切。啊，所以悟了之后啊，空间突破了，啊，无限维次的空间全部突破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见到是一真法界，法法皆真啊，真是什么呢？真是自信，没有一法不是自信啊。古人用精气做比喻啊，所以一精做气，气气皆精啊，哪个器皿不是黄金的？悟了之后，哪一法不是自信？那么这个叫不思议啊。这个底下我们接着看，何为绝学之门，栖身之者啊。绝学是学达到顶点了，上面没有了，这叫绝学啊。栖身就是安心啊，这个慧可心不安啊，啊，到这个境界他心就安了。宗门里面所谓向上一住啊，绝学之门就是向上一住。
我立此体为迷雾根源，方行大事，恒沙皆内也。善因分行，生死害众，随机引导。啊，这是说明清明法师为什么要用不思议信实作为本经的教题，啊，而不是像其他一般法师啊，多半用实相。啊，那么他这个地方所讲的实在讲并不违背实相，实相就是事实真相。他讲不思议信实还是事实真相。说得很详细。啊，文字虽然不多。啊，让我们呢跟其他的一般这些大乘经玄义确实是容易懂得。容易明了，容易体会。啊，这个地方明白了，再看看其他法师写的这些玄义玄体，啊，我们也就比较容易懂得了。啊，说法虽然不一样啊，理是一桩事情。啊，所以这是迷雾根源啊！你明白了，理事都明白了，然后你才知道啊，地藏菩萨在虚空法界度化众生的事情。地藏菩萨是谁呢？是自己，不是别人的。不但地藏菩萨是自己，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统统是自己。啊，经上说得好，叫法外无心，心外无法了，啊，那个心就是自信了。啊，唯心所现，地藏菩萨是唯心所现的，阿弥陀佛也是唯心所现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哪一个不是唯心所现？一切众生界为师所变，这佛菩萨又何尝不是为师所变呢？啊，变成这个菩萨那个菩萨，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，显示出性德不可思议。那么地藏菩萨是我们性德里头哪一分变现出来的？孝亲尊师啊，从孝亲尊师变现出地藏王菩萨啊，从大慈大悲也变现出观世音菩萨啊，从理性，我讲理智，变现出文殊菩萨啊，从大愿独行，现在人家落实，变现出普贤菩萨，离开自信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呀。啊，或
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啊，整体才是我们一个完美的全体。啊，禅宗讲啊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啊，我们完美的本来面目啊，是一个整体啊，不是部分啊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认知。善言分行是讲与一切众生的感应道交，哪个地方有感，菩萨就应了。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看到一切众生把孝亲尊师这个德性忘掉了，迷惑了，不是他没有，他有啊，这是信的嘛，他怎么会没有呢？没有人启发他啊，于是我们才晓得教学的重要啊，众生通通都有，只是没有人教他。如果有人教他，他的心得就现前啊。所以古圣先王他们对社会对人民对众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？教化啊。我们读礼记，读学记，学记这篇文章要用现在的话说，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啊。一开端大家就讲啊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。啊，建国今天讲你建立一个政权啊，军民你领导啊人民，什么事情最重要呢？教学。只有教学才能解决问题，除了教学之外，其他的手段可以做补助，不可以做主要的啊。宾主要分清的啊。那么今天像美国这个国家啊，领导全世界用什么方法领导呢？教学就对了，用武力不能解决啊。你能够灭人家一个国家，你不能灭他的信心啊。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死了之后投胎再来哈，更麻烦了，投到你家里去，你这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这冤冤相报嘛。啊，所以是教学才能解决问题啊，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啊。啊，我最近有些同学们啊，买了一些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些记录的光碟来给我看啊，我也让你们同学们大家都看过了啊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看了之后啊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：战争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把问题搞得更复杂。给人家冤仇借得愈借愈深，将来以后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。二次大战人家那报道统计得很清楚啊，花了500亿美金
死那么多人啊，死伤1亿多人啊，花500亿美金。诸位想想，如果把500亿美金拿去救济苦难，世界就和平了，哪里还会有问题呢？啊，韩战是花了180亿美金。如果是美国人把180亿美金去救济韩国，我相信韩国每个人都跪在地下喊美国人做爸爸。你还有什么不能解决问题呢？那越战打了那么多年，花了1800亿美元。看，你把这个费用去拿去救济这个国家，我肯定相信每个人跪下来看到美国人都叫爸爸。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啊！啊，真心呢，慈悲心去帮助人、救护人家，解决问题啊，给人家结成恩德了。啊，战争这个手段给人家借的是冤仇啊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所以只有教学，让各国人明白这个道理，只有用爱心才能解决社会问题。啊，佛法这个教育，我们现在看看。世间任何教育不能跟它相比，它是一个寻根的教育。啊，世间任何教育都是在枝枝叶叶。啊，像一棵树一样，枝杈没找到根本。啊，这个枝杈跟那个枝杈它就对立。啊，对立当中就产生矛盾。啊，彼此不相容。找到根本才晓得，原来净虚空变法界是一家。啊，这是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教育啊！这个教育里面，我们真正得到了不生不死啊！最大的问题，最根本的一个问题，生死问题，我们在这真正得到答案，真正解决了。何况其余的这鸡毛蒜皮呢？今天社会这么乱，如何能平息这个动乱？除佛法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所以70年代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的话正确啊，他说要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只有大乘佛法跟中国儒家孔孟之学啊，这个是真有学问的，真有见地，说这个话不容易啊。我们今天接触大乘佛法，我们真正体会到啊，如何把大乘佛法向全世界发扬？因为现在许多人误会佛法是宗教。宗教跟宗教就对立了，就产生排斥啊，彼此互相不能相容啊，众生真实的利益就被蒙蔽了，机缘被破坏了，你说这多可惜。现在在外国，很多人都在谈多元文化，我们听到这个名词，
佛法就是多元文化。佛法的教学是在讲就是多元文化的教学。多元文化如何能够整合，能够统一。统一并不是说许许多多文化变成一个文化，不是的。统一是从根上统一。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，同异不二，同异是一。这是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。每一个族群它的文化都有它的真善美慧，都值得保存，都值得发扬光大，都值得大众来欣赏。同不爱异，异不爱同，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用事无碍的观念来融合多元文化，这个文化就美了。所以佛教将来要建大学，我们不要用佛教大学，不要用这个名词，用多元文化大学。里面教材是什么？教材是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是多元文化的教材。是高度艺术的生活。这是世间所有一切的纷争就通通得到解决了。所以要晓得诸佛菩萨怎么来的。这个样子才真正的实现了，落实了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。他这个地方说的随机引导，目的呢只有一个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破迷开悟要靠教学，所以讲经说法了就决定不能中断。许多地区的同修遇到很多困难，有些是个人的，有些是道场的，我给他的答复只有一个，听经太少。不常读经，不常听经，你自然就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如何能解决问题呢？只能把问题搞得越搞越复杂。一定要多听经啊，多读经啊。明理要依教奉行，你才能开智慧，智慧能解决问题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
那么底下这两句话说得好，正于贤词不生灭发心之体，只在生灭无明妄想之中。不生灭的法性之体，也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，是宇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依这个体而生的，而现的。那么这个自信在哪里？自信就在这个生灭无明妄想里面，你要从这个里面去找，去观察，这个里头有个不生不灭的真如本性。它跟生灭活活在一起，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就是凡夫，你随业流传。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，你这一觉悟啊，就是佛菩萨。这桩事情楞严经上讲得多，讲得详细，也讲得很深刻。哪是不生灭的呢？六根的根性不生灭，六根的根性是佛性的，是自性的。这个是你容易见到的，还有个你不容易见到的。我们四大的色身，这个色身的法性呢，也是不生不灭的。科学家虽然发现了，所以说物质不灭，那个不灭的是什么？不灭的是法性啊。生灭的是法相啊，不灭的是法性。法性跟法相永远合合在一起，从来没有分离过。你能辨别的清楚，你就是佛菩萨；你搞不清楚，那就是凡夫。底下他举南岳大师几句话。南岳云：道远不远，性海飞遥，但向机求，莫从他觅。这个四句话是南岳大师说的，这都是过来人的话了。你要是懂得，你要会学了，你就真正学到了。这个一大段，句句都好，句句都重要，所以我们全说出来了。迷雾根源就说到此地。实在讲呢，说得相当清楚啊。下面是第三段，菩萨本实。在这个大段里面呢，在第七面，第七面倒数第五行，这是五重玄义的第二段，愿体。便不思议现实为体，
它里头是用三个意思来说，就是三段啊，平准经论，迷悟根源啊。刚才把迷悟根源说完了，这幕后一段的菩萨本事啊，我们再翻过来啊，看它底下是言菩萨本事者啊，这一段呢，我们就不必追究来讲了，把它的重要的意思提出来说说就行了。菩萨这个就是专指地藏菩萨，提地藏菩萨的本事，要用现在的话说，地藏菩萨的存心，地藏菩萨的用心何在？他存的是什么心？他用的是什么心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里面说是，在菩萨心呢，名为般若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菩萨的心是智慧啊，他完全觉悟了，完全明白了啊，像前面所说的啊，宇宙人生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啊，这个是在一开端序文里面就讲得清楚。我们在前面读过的啊，文观的第一面啊，大家翻到第一页，我们回头再看看第一面里面总共有五段，文字都不长。第一段是说法性的根源，第二段呢讲法界的缘起，第三段讲佛法的根源，第四段讲六道的由来，最后一段是讲本经的缘起。说的够详细的了啊，所以啊，菩萨的存心，菩萨的用心，智慧，菩萨心是智慧呀，存心是智慧呀，菩萨用心是慈悲呀。我们看看菩萨怎么用法，他这里有几句话说得很好啊。第九面倒数第五行啊，我们从第一个字念起，禅体不断性德之善呐、啊，欲明善法了，佛也不断性恶同恶而化，这两句话说得好啊。这两句话是真话了啊！禅体是什么？这是梵语，叫一禅体啊。它的意思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。啊，没有善念，没有善心，没有善心，无恶不作啊，叫禅体。这个话这佛菩萨说的，这样的人呢，他也没有断掉性德之善啊，没断掉，可惜怎么呢，没有遇到缘，
没人教他。那佛来教他行不行呢？他也不会接受。啊，为什么不接受呢？与佛无缘。啊，你看佛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当年举那个陈东老母，那跟释迦牟尼佛没缘呢。释迦牟尼佛跟他讲不听啊。啊，佛弟子当中有一个人跟他有缘，啊，佛派他去讲的时候，他就接受了，他就听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所谓是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他不肯接受，不肯听，那有什么办法吗？啊，没有缘吗？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能体会到与众生结缘的重要。啊，无论是善缘是恶缘，只要有缘就行。啊，是不能不跟众生结缘。啊，当然，借善缘比借恶缘好。啊，借缘当中，要能够不着相，那就叫法缘。啊，法缘是不着相的，心地清净，没有污染，那个缘叫法缘。啊，在相上讲呢，不论是善，不论是恶，心里头都不执着。啊，善缘、恶缘都是法缘。如果有执着呢，那就不是的，那就是世间的善缘、恶缘。善缘、恶缘都会有果报的，果报很可怕了。啊，法缘是清净心。啊，那么将来果报是果报，就是你度化众生，你教化他，他肯接受，啊，他欢喜接受，啊，这叫法缘。所以一定要懂得，禅体不断性德之善，所以诸佛菩萨看到恶人也是诸佛如来。一般人看不到他的善呢，佛看到啊，佛看到他六根根性清净无染了，那怎么不善呢？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。啊，他这个恶从哪的？恶是痴迷来的，痴迷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自信里头没有痴迷。这个事情只有诸佛菩萨看得清楚，所以诸佛菩萨对于造作极恶业的众生还是那么慈悲，还是那么照顾，理由啊在此地。那么再说佛业不断性恶，同我而化，啊，成了佛了。这是讲两个阶段，一个是善的阶段，啊，成佛了；一个是恶的阶段，禅体。啊，说两个阶段当中就不必说了，你就完全能理解了。啊，佛有没有恶呢？有啊。啊，佛的恶不都断尽了吗？没错，是断尽了。佛要度恶众生，要现恶相，就得把菩提转变成烦恼。这佛会变的，你想想看，你要没有贪嗔痴，你怎么会生三恶道？
佛要到三恶道去，也要先贪嗔痴啊，他才能到道恶道去啊。他要不先贪嗔痴，三恶道众生他就不能度。啊，所以佛的那个贪嗔痴是示现。如果他真的要染上贪嗔痴，他堕恶道就出不来了。他那个恶道可以自由往来啊！哎，就是贪要贪，他贪就现前；哎，他不要贪，贪就马上断掉。他有这个本事啊！所以他来去就自由了。啊，我们今天是贪嗔痴，就长了根了，没办法，拔不掉啊。他的贪嗔痴是随便用的，随便实现的。啊，说有就有，说无就无，人家有这套本事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住身心啊，身心无住啊，身心跟无住是一不是二啊。他生这个贪嗔痴，他就能到恶道堕众生。虽生贪嗔痴，他不住贪嗔痴，所以在三恶道里面，他自己住的还是一真法界，没有污染啊。啊，这个同恶而化。佛道六道来实现，就同恶而化了。六道是染污的，他也要实现染污才能来啊。他是染而不染啊，实际上我们也是染而不染，但是我们迷不觉的，他觉不迷，所以他就自在；我们迷而不觉，所以就不自在。那么的下面我们再看，接着看底下。今地藏大师了达禅体等修卧之事，全体即是性卧之理。他懂得了，所以他对于这些卧人呢，他不会责备他，他不会怪他。他对他的关怀，对他的照顾，对他的帮助永远不变啊。我们凡夫做不到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。佛菩萨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无论我们做什么恶，佛菩萨慈悲心决定没有减少一分啊。那佛菩萨现不现我们现前，缘分的事情，那是别的事情，缘分的事情啊。所以一切法都是缘生法，佛法也是缘生法，因缘生法啊。所以说这个四修恶之四啊，有四，四当然有个理啊。理是什么呢？理是性恶之理啊。性哪有善恶呢？啊，这个讲性善性恶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性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那个一念自性，那是本性，本性里头没有善恶，习性啊。习性是什么呢？阿赖耶啊，
阿赖也是习性啊，这个里头含藏着种子在里头啊，无量劫来啊熏习的这些种子，佛只是转变而不是消灭，转烦恼成菩提，只是做了一个转变的。如果你是这消灭了，消灭了，那么成佛之后，过去没有成佛之前造的那些恶因，我们要问他受不受报的。如果是成佛之后啊，造恶不受恶报，造善不受善报，那因果律不就推翻了？释迦牟尼佛经典里面记载啊，他老人家曾经有三个月马脉之报，透过头做了佛，过去僧中干的坏事还要受报啊。不过他受报清楚，知道我这是过去造的什么业因来受报，逆来顺受啊，他受得很甘心很情愿的，一点都不会叫他难过啊。我们受遭遇到果报的时候，那个恶报啊，怨天尤人呐、啊。那不甘心不情愿的、啊，不知道是自己过去的业因现行啊，善恶果报通通是业因呐、啊。这就讲的是醒悟啊！可是做了佛做菩萨你完全觉悟了，这些业因果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！不像我们凡夫，凡夫受果报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前面的业因啊，所以过去那些恶的习气啊，佛菩萨不会把它断掉啊，到时候有用处啊，度那些恶道众生就用上了啊。就譬如这，我过去讲经也做过这个比喻啊，譬如做小偷的啊，这个惯窃他那个手法很高明啊。哎，以后觉悟了，觉悟了再不干坏事了，啊，当警察去了。哎，他那一套方法还有效，可以抓小偷。你看，不就变成生活就变成善了吗？啊，他可以防范小偷，可以抓小偷。啊，还是那套方法，用心不一样了。所以佛菩萨善于用这个心魔度一切恶道众生，所以烦恼习气你这就明了了，哎，也蛮好嘛，也不坏嘛，所以恶了啊，如恶的都变成好的了，迷了啊，好的都变成坏的，这很麻烦。哎，可见的关键都是在迷悟之前。最底下说，这都是经上常讲的，一些无非中道啊。但是你觉悟了之后啊。偏见邪见，都是中道。无逆当处解脱，无逆是阿鼻地狱。一念觉悟了，就解脱了。有没有这个例子呢？有。
观无量寿经二十世王造的无逆十恶罪业啊，那是堕阿鼻大地狱啊。那我们在二十世王经里面读到，他临终忏悔啊，遇到善知识的开导啊。这一听开始知道自己错了啊，诚心诚意忏悔，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世尊告诉我了，他是上品众生，你看个位置那么高啊，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我们以为是哎，下下品往生大概差不多了，哪里知道是上品众生，这才不敢轻视造恶之人那二世世王可能也是菩萨示现呐，啊，叫我们千万呢不要以恶意对待恶人啊。为什么呢？说不定他在临终一忏悔比我们高出太多了，我们远远比不上他，怎么敢轻视恶人呢？啊，所以忏这个往生净土是两个方法了，啊，一个是正常的，啊，依照经论的理论方法修行；另外一种是临终忏悔，啊，悔过往生，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。真回头了啊！我们中国谚语有所谓啊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，那一回头是好人当中的好人了，好人也比不上他啊。这个我们要懂得啊，决定不能够轻视。对，忤逆当初解脱啊，普现色身如化诸趣，这个诸趣就是指六道啊。地藏大师在六道无处不现身呐，啊，现身干什么呢？点此迷云，令之平等啊。这是地藏菩萨现身说法的总方向、总纲领、总目标，我们要记住啊！我们来学佛，将来接触广大的群众啊，我们以什么原则来引导大众呢？这个原则要记住啊！点此迷云，令之平等。平等是法界，平等是根源呐。知道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，才是真平等。啊，所以真正真的平等的人，他那个观念当中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这才平等。啊，这个一切众生，众生是广义的啊，虚空法界所有一切形象都是众生啊，是自己 啊，决定是以净虚空变法界啊，肯定认知。这是自家啊，这样你才把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啊，搞明白了，你的平等心才现起
啊，所以佛跟我们讲十法界的业因，业因是非常非常复杂，可是这复杂里面呢，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，佛给我们说出来，佛的心平等，菩萨的心是六度，辟支佛的心是圆球，阿罗汉的心是四谛，天人的心是摄善慈悲喜舍，人心是五戒摄善，畜生是愚痴，恶鬼是奸贪，地狱是嗔恚，这晓得平等是佛心啊，令之平等呢，就是令一切众生成佛啊。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一切皆成佛，这个地方这两句话，言辞迷云令之平等，就是一切皆成佛，不可思议。说菩萨正凭此本事而起诸大化，化是教化众生的，大行教化众生之事，就是存这个心，用这个心，我们应当要知道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怎么就讲到此地啊？